常可爱清新的钢琴老师，我们的 David 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都知道我的乐器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没有人知道他的乐器？有没有人不知道他的乐器是什么？好，那我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问大家，请问我上面的这个东西叫键盘，然后呢，上面有两个颜色，是哪两个呢？好，我问一下。好，妹妹，什么颜色？黑白吗？不是红黑吗？真的，你确定黑白就是？好了，答对了，跟你开一个小玩笑。然后再来再进阶一点的问题了，请问这上面的叮叮咚咚加起来总共有几颗键？总共有几啊、哦？几排？不是几排，总共有几个键？几个？哦，这里。我们来喊。我们现在大哥说多少？148哦。再便宜一点。再便宜一点，88哦。哦，正确答案。哦，你好厉害！请问你有没有在学钢琴？那你怎么知道有88个键？他目视。哇，你听别人说的，好棒！那个朋友要以后要那个哦，常常敲，常常敲钻你的朋友。谢谢大家。那我今天带来一首曲子叫做《神鬼奇航》，刚好跟最近的那个时事有连接到。好，对，好，那就带给大家这首《神鬼奇航》。好，那我们来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，给我们的David老师。老师非常非常好听的，每个乐器都有每个乐器很特别的声音。像我个人也很喜欢钢琴的声音，因为小时候有学过6年的钢琴，不过我已经长大都忘光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呢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小提琴，我们的。